摆短最主要的是首先要判断对方发球的这个旋转，包括还有落点，根据对方的这种发球的变化采用相应的这种处理的方法。一个是当判断出对方发球的旋转的时候呢，迅速的进行调整，一个是根据球的上下旋处理，最主要的还是板型的这种调节，可能上旋球的板型要相对压一些吧，下旋球更亮一些。反手的这种搓球使用率比正手要低一些，最主要看对方发球的这种变化跟发球的落点，如果是在反手位或者是在反手小三角的位置，可能用反手的更多一些吧。一个要注意击球的这个部位一定要准，还有一点，要想把球摆得又低又转，胶皮也很重要。像我用的狂飙二，它的胶皮跟国外不太一样，别看硬度比较高，但是它击球在手上很有数，加上胶皮也比较黏，所以它才能把球摆得又低又转。当摆完短之后，自己从重心的调整上面还是要迅速还原到一个基本的站位，这样的话当对方一旦出手之后，你能够马上迅速的调整进行下面的抢攻。